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洗点这个配料啊，做那个熏辣牛肉辣酱。前段时间做的那个新鲜的新鲜的牛肉酱，感觉口感不好，失败了。那个新鲜的牛肉，这个吃起来没味道，牛肉没味道，好像没入味。上次做了一点这个熏牛肉辣酱啊，还算是可以的。今天做一点试一下，如果可以就开始做这个熏辣牛肉辣酱。先把这个配料洗好，炸香油的。现在把这个牛肉切一下，这些是一斤牛肉干切出来的，挺多的哈。加点佐料，估计两三碗啊。嗯。现在开始炒一点花生米，应该很香。好香啊，这花生米炒的。哎，把这壳弄掉了。现在开始炸香油了啊。现在来把这个炒好的花生，这个衣剥掉。搓。搓好。秘密佐料啊，花椒粉、白胡椒、粉末。现在开始炸香油啊，8000道下去。香喷喷的香油已经出来了，好香啊。香气扑鼻而来。好香。这个牛肉都是用水浸泡的，现在把它的水分炒干啊。隔着屏幕都觉得好香。色黑黑的，都是牛肉干，没有生姜，没有大蒜的啊。
挖一点来尝一下。这个拌面拌饭应该味道都看起来不错啊。做完了，感觉味道 OK， 可以。过两天估计就可以开工做了，正式上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。